我是来找他的，昨晚半夜1点钟，你在哪里啊？哦，你又不是他老婆，问你做什么？你们同性恋的？ 有咩出奇啊？试下呢招啊！哎呀！喂，高露小姐，你认真唔够义气喎，为咗嗰批货，居然派人暗算我哋师傅啊！太放肆啦！甩得佢哋！甩！ 你两个衰人啊！张天石，寻晚你去我哋武馆度搞搞震，今日我要你知道我哋嘅厉害。岂有此理！ 你知道我连呢种功夫系唔可以破戒噶，你想害我？你想害我？鬼叫你练埋晒啲乜鬼金钟掌啊！轮到人哋而家。